第四题，在操作实验时，小心不小心打翻装有盐酸的烧杯，导致盐酸泼溅到手臂。请问他应该如何马上做正确的处理？我们上课的时候教过，如果我们碰触到了化学药品，特别是所谓的酸跟碱之类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首先就是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。那么所以呢，第四题问我们说应该如何马上做正确的处理，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B， 立刻在实验室先以大量清水冲洗。第四题我们答案选 B。